去，想干嘛呀？别过来呀！香香想吸我拳头大的沙包。别怕，我会很温柔的把你狼吞虎咽的。发大大的拳头，拳头大的沙包，啪啪啪啪，不自量力。战斗力根本不是一个等级。奇了怪，这大头狼移动快，攻击猛，还自带魂力。哼，这里该不会斗罗大陆的世界吧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，奇怪。怎么会有救命声？难道是我的回音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似乎从北边传来的。不好，前面有个老爷爷溺水了，你赶紧去救人。还好水不深，扑通一跳，老爷爷给我上去，给我上去。好险，老爷爷你没事吧？这头上的名字唐门长老，我好斗罗，讨厌，我遇到大神啦！我姑娘好眼神，我看你天生神力，绝顶聪明，十一等练武奇才，有没有兴趣？有，本姑娘拜见师父，从此加入唐门。干啥呢？你这臭混世，谁让你加入唐门？我是让你买佛怒长眠、暴雨梨花针。啊，我看看，这么贵呀、啊，我没钱，能不能？滚！不仅是垃圾混世，而且还没钱，浪费老子的溺水矿石。可恶啊！狗眼看人低，这斗罗大陆没一个好人。俗话说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打铁还需自身硬。我一定要变强，成为封号斗罗，统治斗罗大陆。哼！哇哇哇！牛都被你吹上天了吗？什么吹牛？看到我身上的宝箱没？这个宝箱有我的武魂技能：七宝硫磺、香肠、磨刀千刃、七杀剑、蓝银草、昊天锤、金刚锯、开山斧。只要我运气够好，拿到五六七的独门神器磨刀千刃，那我就天下无双啦！我开，哎，开出斧子似乎还行。哼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连木头都砍不了，什么玩意啊？那打怪岂不是挠痒痒？我去，好家伙，原来我的斧子深藏不露啊！一斧子就拿到百年魂环了，看来威力无可限量啊！嘿嘿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看到前面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没？我要去挑战他们，之前在电视里面就听说他们的威名，今天不仅要见到本尊，还要击败他们，想想就爽歪歪。我的乖乖，好强的进展，有点不敢靠近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先发育，改天再战。你别想跑了。哎呀，大哥，我路过路过。我去，这电波有点猛，干扰电脑，卡得一动不动，我错了。 A few inches later， 好不容易终于逃出来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这么大的蜘蛛跟广东有的一拼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又狗掰了，斗罗大陆怎么这么危险呢？太难了。